出界。哇，这个球，尼尔森连续抽压，自己压上之后，后边漏了一个大空当，让女选手去给他补位。对。而且正好是比他遗漏过去之后，彼得森需要反拍来过渡。对，他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全力的去抽压，能给他把这个球弹到后场。这会儿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中国队的一部分队员，这时候走进了场内，他们也来看这场比赛。漂亮。这个挡我网的那个动作隐蔽性非常强。印尼选手的这个手上的动作就是都是特别小，对，手上的变化很多。这个就是像你说的，之前国家队相对来说这种训练环境比较不错，像印尼很多都是在就是这种路边上就自己就玩起球来了，他们这种球感是比较好的。彼得森这个球想分对角，但是出了边线。看了一个发球为例，对，也因为女队员这个身高本身就比较矮，所以她这个发球本身也比较能够引起这个副裁判的这个注意。这个封网的连贯非常的好，而且它会有一些这种线路的配合。其实这个挡网是一个空当球，但就是这个可能想挡得比较边，所以出界了。但这个线路其实还是比较合理的。其实这个羽毛球的失误呢，一。